那我势必会向金钱恶势力低头。他喵的，作为一个男人啊，作为一个男人，他这个兔耳朵是什么梗啊？真是点一下就谁死，点一下谁死。看塔，嗯，看啥塔呀？现在是这打在这儿上不去下不来呀。你会下压百压百块大哥低头啊？那势必会低头了，兄弟。啊，我那点事儿。哎，少林武功。那他怎么自己冲了呀？嗯。这裸车冲吗？哎，我怎么感觉这波他们是要起塔的意思了啊？对呀、啊，我感觉要起塔了，要准备起塔了。我先给那个啥，我先给少侠发个微信啊。如果我有幸看到对方起塔，我一定告诉你，请你注意我的微信消息啊，记得给我加鸡腿。好，对，随时发消息啊。兄弟们一定要告诉我啊，我今天能不能吃着这鸡腿看你们的了啊，看你们的了。你们如果也有人在看的话，先给我帮我定一下，帮我定一下，快回去，我就搁那看吗？我就搁那看吗？我就搁那看，兄弟啊。别拦我啊，不要拦我，今天这有什么情况先不要说啊，我先搁这待着，你们帮我扛一波啊！今天这波鸡腿我能不能吃上？啊，对，我为了这波鸡腿，我必扛到这儿啊！兄弟们，兄弟们，记住啊！我先把语音这块先放点好了。有个逼要过来了啊！有个逼要过来了，几个意思啊？要骑他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！我的鸡腿子怎么没了吗？他妈这边这么不给力吗？他喵的，这东西怎么这么不给力啊？这我鸡腿没戏了。这个兄弟在这干啥？帮着起塔吧，嗯，不走，我必不走，兄弟。
等一下，我再回头瞄他一眼。嗯。哇好，这个腕骨也行啊，这个逼的腕骨啊。我得跟一下谁，我要去上个厕所，跟一下奥利奥吧。希望他皮厚，不要死太快啊。跟一下他，我上厕所。兄弟们啊，真的，你们也是不做人啊，把人家膀胱都憋炸了。看完，我再回答你这个问题啊。我都能替你回答他的问题。首先，我要纠正一下。我嫂子是那种差钱的人吗？你怎么想的？居然让他卖时装？哪怕我嫂子没有钱，我太子哥哥会允许他没钱吗？是不是？这种话都问得多余了，兄弟。那可不呢，那不差钱，兄弟啊！欢迎人心哥哥，欢迎人心哥哥。小白喜欢玩，来来来来，把车跟进去了，我们进去。他家大门为我们常打开，兽光明正大走进来。这个塔没有多少了，190万，回血都回了不少了。看啥？哎，行。城墙上都是咱自己人，太子哥哥鸡腿拔了你嫂子，鸡腿拔了你嫂子两亿，明天打城墙。今天拔了你嫂子两亿，哦，那没事儿，那我嫂子也有钱啊，差那点钱吗？我太子哥哥没钱，我嫂子有钱；我嫂子又没有钱，我太子哥哥必有钱。你放心啊，肯定有一个人有钱。感谢小白的空明灯，谢谢。对，大家有没有凑这个孔明灯呢？孔明灯有特效的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你们可以直接刷，就是连着刷几个的话，可以出特效的啊。感谢小白的孔明灯，今天四倍亲密度啊，6.6，相当于就是乘以4的使用了。牌子咔咔一顿声啊，然后大家不要错过了啊，过12点就没有了，恢复一倍亲密度了。哎，这谁家见证？哎呀，没看着。
会儿，双开一个方中塔没那么多钱呢，说实话没有那么多钱，你看。不是剩半个多小时吗？谁先起塔，能起上谁不占优势了吗？这以我的了解，就以我的那种想法，那谁先起塔不占优势了吗？嗯，因为是后半场了嘛，这时间段应该在后半场了。哦，对，好长没看人头了，啊，人头超了人家300多啊！哇靠，今天行了。嗯，哦，对面五侠这个电车痴汉还可以的哈，哇哇哇，妖兽，哇，原子型妖精，哇操，范闲也行啊，范闲跟过儿嫂子也行，我操，嗯，牛屁啊，哇操哇操，这个蚊子行啊，杀了100号人了，嗯，牛屁啊，破三位数了，车进城了啊，进城了，全进城了啊，哎呦，进城了，看人头看忘记了，打水晶了啊，兄弟们，谁起的见证？不行，我要出来看一下。
看呀、啊，真大，你们这是色狼。哇，有够有够有够！好了好了，不闹了，等一下我哥要锤我了，好想买，嘿，哼，那兄弟，你肯定是买不着了。感谢 person， 感谢 person 的荧光棒，啊啊，那个 person， 如果你有那个能刷彩灯的话，帮忙刷下彩灯，刷下彩灯，边上泛绿，你咋不说头上泛绿呢？还绿毛啊？这不是战狼说的吗？个色盲，色盲。感谢 person 啊，感谢英文大哥，嗯，差不多就这样了。我想看真的，欢迎恩爹，恩爹晚上好，恩爹，你杀有没有机会吃到0.1W 的宝，恩爹？我大哥跟他说，我去跟他自己跟他直播间喊，算不算？就是有没有这种鸡腿的劲儿，给我加半个也行。给我加半个也行。就看我那种气势足足的，给你喊成这样了，虽然没有喊到他们那边去啊。我觉得我下回真的可以有啊。我去他们直播间，什么时候需要我喊了，我就咔咔的我就跟他喊。豪门是我们这边的，我的联盟。你喊，不是我着急了，我刚看到有气塔了，咔一下就直接喊出来了。不好意思，
兄弟们，兄弟们，不好意思，我是淑女，你们不要太介意。刚才那个是我表妹，农民中塔没拿掉，我靠，哇靠，他们出来梦游呢，哇靠，真行啊！我没机会上啊，我没机会上。我自己事情也太就是也比较多，我就希望哪什么时候二队有需要我的时候我就上，平时也别让我上，我事情太多了。双方塔怎么样了？农民的水晶剩1400万，然后对面农民的中塔没了一个。没起上，应该说是没起上，半个掉了。然后这边是两个起上了，剩一个。豪门水晶边塔应该还有吧？我去看一下吧。地图上我大蓝牙不见了，哇兄弟，上一轮就起飞了。上一周我就祝他飞得更高了，就上一周我已经把这首歌送给他了，结果他们又打争锋了，又打我们了。那回血都回上来吗？这是剩800多万。对，农民水晶只剩1400万了。Go go go！ 往前压，欢迎木木。哇，欢迎木木，好久不见了，木木。我离开就起飞了，跟你离不离开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。哇，这波气势汹汹啊！那农民现在都不敢火力护车了。豪门战又是啊，豪门边塔还在，农民水晶剩下1400万了。哇，这波气势汹汹啊！这黑鬼黑命，完了，破盖了，咱不弄，不弄他。加血啊！我就知道他吃仙丹了，快跑，兄弟！小窗子带我挂机啊。豪门有3000万建筑优势啊，我靠，我怎么感觉我又是门外汉了，你们一说这玩意儿我还听不懂。来来来来，我们已经就是全员就是压到颇严着了啊，你们口水不要喷到那个，好不容易才弄好了。砍死他。好，试车已经集结到门口了啊，蓄势待发，进城了啊，进城了。你啊，有人已经进城了啊，178，我操，直接被秒了，有人来接车吗？没有人来接车呀！哎，我要去看见证，我要看见证，谁发的？多情！哎，行，加鸡腿了，高坡吗？哦，那破岩是哪个呢？那叫高坡吗？就是门口的那个坡是什么坡？门口的坡是什么坡？1200万。这车还在吗？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哇，那四车打起来快了，900万了，高坡位是吗？哦，700万，哎
哎，我怎么喝个水的劲儿没了，这车没了。22分钟，对，还22分钟。没有，还22分钟，22分钟。你们怎么算数的？那算数妈的小学体育老师教的吧？我这边录的，我这边录屏呢，刚进来就开始录了，1小时39分多。回头找人给你标一份，标注一下，坡盐、坡心、重身、高坡等。不要不要，这不能，这我这么一问不能显示出你们就是优势了吗？你们不仅可以看直播，还能教我呢，对不对？这样你不就是满满的成就感吗？懂吗？跟我直播也有成就感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就需要互动，懂吧？啥都主播都知道了，还需要你们干啥？多余了啊！你们要学会多才多艺，不仅会刷钱，还得知道就是跟主播解释一下什么叫泼眼，什么叫泼中心什么的啊。娱乐主播，我算是娱乐主播，我觉得播游戏是我个人爱好，懂吗？鸡腿又没了，你怎么没有鸡腿呢？我们可以上一拿，帮忙上一拿。哇操，我的鸡腿呢？你看我，你看看，他妈塔都没了。这死出呀，一点也不给力呀，这农民啊，你个死出呀，那中间塔还不给我留一下，你给我留个机会嘛，反正都没有了，你不给我留一点，我好歹就是邀功一下。哇操，感谢奥林啊，谢奥林的虎牙，我们可以上一上就帮忙。没有点订阅的支持主播点下订阅啊，十个荧光棒，十个彩灯啊，或者是一个孔明灯啊，都可以卡牌子啊。那今天4倍亲密度啊，1块钱可以当4块钱刷，我们可以帮忙主播可以凑凑这个任务啊，你们可以牌子也升得快点。哇操，我的鸡腿呀，真的。妈的，妈了个波的，我去找我孤儿嫂子去。瞬间好心情没了一半。哎，看一下。啊，锅挺黑的哈。不过他这个搭配不怎么好啊，为什么要穿靴子呢？那现实中他穿比基尼还穿个靴子的，那不变态吗？要搭一个就是凉鞋啊。好了，不逗了，不开玩笑了。欢迎个小虎牙，欢迎个小虎牙。感谢蓝山妥妥的2个小时了，哼。哪怕最后拿下了，只要你们输了，你管他几个小时呢，是不是？哇哇，感谢烟影哥，是不是烟影哥？我没切换出来，谢谢烟影哥莫爱输啊，是不是我烟影哥给他搭配的高歌儿被孤儿换掉？你看我就说嘛，毕竟肯定不是我嫂子这么干的，那孤儿嫂子这死出呀，他也就这样了。哎，就嫌弃了，嫌弃啊，那骚也骚的没有品味，多余了。多余了，埋汰他两下啊，不止200块了嘛。感谢我烟影哥，烟影你真帅，出手就是好几百块，牛批。现在可以派一辆车偷边了，不至于吧，直接咔咔一顿上呗。啊，姑姑主来了，让你有去无回，兄弟。
我的鼠标不是白点的啊、哦！你也得死，兄弟，你也得死！怎么还有两辆三辆车呢？这清车速度有点慢了。清车呀清车呀，节奏有点慢了。对，这部节奏有点慢了。我操，不管了不管了，这边机人肯定有人打了，我要往前压去。这些话我也觉得呀，现在就是减少火力抛开的这种啊，减少这种的情况出现就行了。下一偷边有奇效是吗？但这个是指挥的事儿啊，咱就打打嘴炮就行了啊，不要跟他，哪怕咱们真说了，他们也不会听，不语啊，咱自己打打嘴炮就行了啊。哇操，这个万五放了，农民要摆玄武灭阵啊，铁桶呗，乌龟铁桶阵。得把人压上去啊。农民水晶还有多少？哎，农民水晶还有多少？我忘记了。还有700万是吗？那我们回去了，回了100万。这波四车只要进去了，没在前面死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。这波只要进去了，基本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。车竟然成功进来了！哇哇，两辆三辆，还有一辆车呢，死在外面吗？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兄弟们！就送你们上天！欢迎孟哥，欢迎孟哥，孟哥是个牌子，孟哥是被亲密租了，感谢孟哥，是孟哥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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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400万，400万，来来来来，看啊，城墙这，哎呀，问题不大了啊，几辆车了？我操！我操，灭车太快了，灭车太快了。好，两辆车，400万，真吵真难听。他喵的呀，他喵的呀。那只能妖精放一下，妖精跑一下那啥吧。还有13分钟，对对，妖精放下弱魂。再来一波就没了，还剩下13分钟，还剩下13分钟，只有车队进来了。火力压得不够狠，就老是在有点恋战了，有点在门外恋战了。200匹，80个人清车。中中中中的塔没有了，冲慢了冲慢了，
火力在门口被清了。再冲一波，再冲一波，再冲一波就行了，再冲一波就行了。啊，行，这波，兄弟，送你上天。好，十分钟时间。霍炎的明显慢了。噔噔噔噔，众人都上，都上去了。看一下，我们要输了。气势拿捏住了啊，对，成不成就看这波了。试车一人一个12秒就赢了，就是全攻嘛，直接都不用守了嘛，全攻，哪怕就跟他换，是不是？哪怕就跟他换，咱们也是要赢的。偷边了，偷边了吗？毛啊，那不四个料，四辆车都在这儿吗？感谢个小虎牙订阅。对，所以这波就是看最后一波了，车只要能进去了，基本就是赢了。那豪门的这两周的这个打的进步可大了。众生出来了，对，后边的，那个，支持主播的可以点订阅，没有点订阅的点下订阅。今天，就是今天四倍亲密啊，十个荧光棒就可以卡牌子了。欢迎子源叔叔，然后没有，操他妈的，进城。广告打不出来了，没有心思打广告了，不语了。看呀，他们车。感谢个小雅订阅啊。是想刚刚的哥们说豪门40分钟全防呢，那人家还说呢，豪门1小时要被反推呢，也不知道咋想的，当时这不好喝的劲儿，现在人也不知道死哪去了。四车准备进城，哎，还有一辆车呢，哎啊，搁这儿。四车要准备进城了啊，兄弟们，夹不夹鸡腿看你们这波了啊，夹不夹鸡腿看你们这波了。咱们先进城。
一辆车进去，我操，他们说，我操，但车就是进了，车是进了，但是没，那不得接车吗？看一下 DJ77.com。
主播加鸡腿，快给主播加鸡腿啊！那个那啥来着，孔明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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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没有孔明灯的上亮孔明灯啊，卡卡的都给我看激动了，哇，我一直以为差点不够时间了，真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波上的啊，感谢抱着你的喵的孔明灯，谢谢。啊，就是读秒，真的是读秒，我刚才就后面就一点点时间了，剩下一分多钟时间吧，剩下一分钟时间。Game over. 太行了，这气势足绝对打出来了，哎。怎么黄灿灿的呢？原来不是红色吗？哎呀，行，等一下啊，看一下。呀，那盯着农民打算什么英雄好汉呀？啊，不对，盯着天使打算什么英雄好汉？跟我们争锋打，嗯，跟我们豪门打，是不是？豪横啥？切换一下。嗯哼，谢谢一万的，谢谢一万虎狼。切换一下模式。那谁买了币呢？说我争锋不行，侮辱谁呢？侮辱谁呢？我怼你了。让子弹飞一会儿，飞一会儿，飞一会儿，飞一会儿。来者不善。来者不善。办三件事，公平，公平，还是公平。枪弹手，跟我走。对对，你们行，你们行啊，那被。
你们农民行，被政府打下来的时候那怎么不说呢？被豪门打下来怎么不说呢？你们行就行呗，能打下天使呗，真行，打天使他妈一溜一溜的。先生嘛，先生嘛，枪在手，跟我走。啊，杀哪个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想杀你也杀行，都行。杀了！什么真什么帮会什么主播，我天哪！咋的？跟我的直播间你搁那瞪是啥？我不是啊，我是争锋的，我是争锋的，他们是我们的联盟。然后今天恭喜豪门南下农民。哎，对，一会儿我去上传一下那个视频啊，等我去把那个视频上传一下。每个时候都要屌，不屌不行。你们想想，你带个老婆，我出一块钱杀了，给我杀。把这个小蟑螂给我杀了。偌大一个直播间需要我动手吗？我好歹我是个大主播，咋回事呀？我怎么一说也是个大主播吧，怎么要我动手呀？尴尬了尴尬了，兄弟啊，快快快，我给你一个管理啊，哦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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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种事儿需要我干吗？不是，这种事儿需要我干吗？我怎么说也是个大主播啊，直接再找两人。哎呀，带着钱来打我的是吗？来，兄弟，你重新拉我一下，我把画质调一下，我蓝光的。你没调画质呀？对。那我们出去打完，他打完就忘记了，他打完就那啥了，他打完估计就忘记了，就切换出去了吧。那算了，你都出钱了，我出力吧，我来。兄弟，我给你杀了，直接拉人。今天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大主播，送你上天。你看给你管的，我的天哪，我送你上天啊，真的。我们刚刚三都商量好了，这俩女人非要来打你，我说不能打呀，那是我杀妈妈呀。真的，你说的呀。真的呀。我没有办法呀。这下面是聊天主播。他俩绑架我，让我这一块的，让我来给你劈把 K， 你来三 v 三，让我当个队长。这俩女人老坏了，这俩女人真的。对面要飘了。那个小优美她怎么信赖于你？她搁那吃，她搁那吃面包搁那。这面不就一个小沙沙吗？真的手指头都打过了，我的天哪，你们是怎么想的？就跟我一个大主播你们还这么狂吗？这咋回事啊？大主播气势在这儿的好吗？兄弟，再找两人、啊，我那还剩了，等会还少一个。行，你们三个人流水还没有我一个月高呢。啥？我说我们三个人流水还没你一个月高，这个月流水高。那可不呢，我那毕竟是大主播呢，那真的是，哎呀，咋这打我？真的都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，那三个人加起来还没我流水高，咋回事呢？气势要拿捏好，兄弟。圆圆，画片不给力呀。我拿出四万，潘建宇，潘建宇，蓝山，你们先留下，一会儿给我清点五粮啥的，带钱记得带上钱啊，咱们把那屎都打出来，啊！别动不动就屎不屎的，我吃东西呢。我给你绿屎都给你打穿出来，真的对面主播。还绿屎。
我让你今天知道，让你感受一下，你今天就是吃的这脚踏馅儿，你才知道你今天拉屎绿屎草。哎呀，我吃东西的又不说了，太酷了，我操！你说什么鬼？嗯，太行了，没有才艺啊，小云啊，你喜欢什么主播？你说哇。哎呀，一出我需要演吗？我这个大主播我需要演吗？兄弟，我操，溢出来了，你懂吗？你懂吗？你好兄弟，你滚犊子！那贴这个大鼻脸说你是好兄弟啊？哼！五百年前是一家。哼哼，滚啊滚啊！我操，豪门发了10亿的红包啊！我的天哪！真香啊！哎，安斯的哥，怎么没有朋友呀？哎呀，要不我们就这样开吧，你一打三吧。我这不是没带，我也没带钱呀。太行了，太行了。等一下啊，那怎么还没出来呢？欢迎恶徒哥啊，欢迎恶徒哥。感觉我们又可以蹭腰费了。这不是惠美姐吗？那这不是我惠美姐吗？欢迎惠。好，拉他，我拉他。哎，是啊。惠美姐，我们又可以吃到医药费了。哎呀，不是要打我吗？现在怎么就要医药费了呢？不要拉低我 GDP 啊！是吗？那行，让你们吃到消费。哇，人是个赞，看到了吗？需要咱们二打三吗？对面啥职业？刚才不老狂了吗？据说都飘懵了，谁飘的呀？对面啊？对面呢？哇操，那仨呀，仨主播全搁那飘呢，说要把我绿石都打出来呢。直接开，莎莎直接开，兄弟，你给我开，我们二打三，不要说我们欺负人，我们就二打三啊！别说我们欺负人，真的别说我们欺负人。快给我开始！你这搁那搁那狗仗人势啊！搁那，对面主播快开始！浩天，快点开始啊！浩天，那寻思啥呢？真牛逼，真牛逼，真牛逼！我点准备了，兄弟，你怕了吗？怕你赶紧走吧。你玩不玩？你玩不玩？他妈屁！好了，上票了，上票了！潘建宇，我们上票了，可以开上票了。来，刚子蓝山，刚子蓝山，然后老白，换一个，啊，重新开一把，再拉一个。操他妈，海少，你是狗吧？老子开始了，完事哥，你的大哥走了。刚子，他开的时候走的，我哪知道啊？他就是故意的呗。你那个嗓子也咋的了？我们打莎莎，给莎莎律师打出来喷你嘴里了。我家楼下投诉你啊！你让我大声说话，投诉我！我家楼下投诉我。你家楼下投诉你了？对呀、啊。欢迎我的，欢迎三三熊，感谢三三熊，欢迎我的。昊天那个嘴是真恶心，那啥，昊天，哎，又来了一个店，啊，呀。